末茄条蒸粉丝的做法。茄子具有清热、降脂、保护心血管、抗衰老等功效，和肉末粉丝搭配非常爽滑美味哦。双引号，茄子一个，肉末30克，粉丝一把，植物油10克，盐5克，蒸鱼豉油1勺，生抽1勺，老抽少许，红辣椒3个，葱1颗，一香喷喷的，二美味，三食材准备好，四选择长的紫茄子切成茄条，五用清水清洗几遍，这样茄子不会发黑。六平底锅放适量油，冷油放入茄条加适量盐，中火煎至两面金黄色。七提前浸泡好的粉丝沥干水分，摆在盘子中间，四周低中间高的造型。八放入适量盐，蒸鱼豉油，生抽拌匀。九将茄条摆成圆形，十腌制好的肉末加上老抽煸香。十一淋在切茄条中间，十二加入红辣椒。13开水放入茄条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6分钟，焖3分钟。14出锅撒上葱花。15粉丝滑肉末嫩茄条香。16晚餐小窍门一：茄子用清水清洗，浸泡不会变黑。2. 茄子选紫色的长的。3. 肉末要用淀粉盐腌制入味。